现在呢是2023年1月8号的凌晨3点26分。今天呢也是香港与内地通关的首日，那么现在小新呢就要带大家去落马洲口岸看一看通关首日的情况。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到达了媒体集合的地点，共同期待通关的到来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港铁的落马洲站，这里是香港东铁线的最末站。时隔3年，这里也在今天重新投入服务。今天清晨的6点06分，这里也将迎来首批搭乘港铁的跨境旅客。在我身后陆续有这个跨境旅客到来，来到我们的这个落马洲口岸进行过关。接下来呢，小新也要跟随大部队的脚步一起通往内地了。没错，早前啊，我们已经通过网上预约了通关名额，并且在昨天的下午，我们已经拿到了我们的阴性的核酸检测证明。香港的口岸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到了这个福田口岸。我真的太激动了，突然有点激动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深圳了，整个流程呢我们记了一下时间，大概是其实不到10分钟就走完了。现在我们已经大家可以看到在深圳了，终于回来了。太久没回来了已经。欢迎回家，欢迎回家。深圳真的非常有春节的气氛。想通过这种形式欢迎就是3年没有过来的香港同胞，非常的开心跟激动。4点钟欢迎你们回来。没有，我回家就是过年。为什么要赶在第一天就？因为抢到了，然后想快点回去。我要回深圳，我要工作，然后顺便见一下家人。赶着最早时间约到最早时间，我们就回落马洲。3年都没回过，就有点小激动。我想赶紧过去。三年了，三年了，三年了。方便方便方便，好方便，好流畅啊！而家。